台塑企业积极庆报工业信托，伫中秋节之前，拢会送礼品甲礼金来关怀关爱七个乡镇的低收入户。五号即天，因特别成功卖了姜，后按村的其中一户来慰问，并且将礼品甲3000块的礼金来送给伊。台塑卖了管理部的副总陈文勇表示，因希望讲会当透过礼品甲礼金，或者1266块的低收入户，感受到企业对因的关心，也来度过欢喜的中秋节。卖了乡后安村的这位村民收到台塑企业送来的礼品和礼金，非常欢喜，也真感谢。多谢台塑专门来照顾咱卖了乡跩弱势团体一日三大节，拢送一下礼品，甲一下三大节的礼金多谢台塑长年间的替阮跩照顾。这一日三大节，拢在低收会，佮发一下礼金，礼业，照顾在红个在弱势的团体吼，感觉吼，足有意义啦。台塑企业以及庆宝工业信托，伫中秋节之前，前往卖了台西顶溪的乡镇，关怀1200多个低收入户的家庭，希望因会当过快乐的中秋节。台塑企业吼，在即个吼重要即个中秋节吼，即个节日的时阵吼，就特别关怀咱弱势。团体，我还是要关怀这些弱势团体的时阵吼，台塑企业比较的时阵吼，当中吼附近七个乡咱拢有去关心到，这个七个乡吼，这些弱势团体，阮安排吼有1266户就对啦吼，阮这医生吼，列开心吼，差不多有400万左右。摕到中秋礼品甲礼金，嘛代表节日将要来到。台塑企业敦亲睦邻，用实际行动来关怀弱势民众，也尽到地方企业的社会责任。记者林建宏采访报道。